姐姐们选。Grossmont 昨晚又一夜风雪，向着粉雪出发。7:45。GG 战队再一次召集了这次活动。这是战队群主天蓝云淡和他的队员 Selina。Rara 首次随大 V 参加得胜群活动。女侠好想也飞奔，追上偶遇成丑。由于 GG hiking 路线关闭，今天也有走 GG 的。我们一行六人仍然走 BCMC Trail， 约4公里长，分50、50、80米一格，花1小时50分钟左右。得胜群主老马查手机。得胜 hiking 群包括大威和得胜，加上 Vera、翱翔及战队老三。Selina 总共六人参加了健走。
登上季季后，乘坐能装100人缆车三五分钟就下了885米的季季山峰，准备下一次的季季。BC， 你 happy 了吗？谢谢观赏。